我赐予了你重生，你赋予我你的灵魂和肉体。顾青青输掉的一切都由曼青替他赢回来。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你忘了我们之间的契约了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这个疯子。曼青小姐身上似乎有很多秘密。每个人都有秘密，难道顾总没有秘密？如果让你以我未婚妻的名义回顾家，你愿不愿意？我不允许你用你的美色来对我回妻。裴景清，你在乎我，你是在吃醋。他是我哥。他是顾青青的哥哥，不是你的。裴总对顾氏的欲望应该要比我更加强烈。任何时候只要你说出热牛奶这三个字，我就停下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不想喝热牛奶吗？因为我想瞒你一夜。你在我最崩溃最无助的时候。顾青青已经死了，从今往后你是曼青，希望你能喜欢这张新面孔。你终于属于我。这是我们合作的开始。我们的目的也是一样的，他们一个都别想跑。哥哥，让我来看看你的真面目吧。裴景清很可能在利用曼青调查当年我们家的事情。你怎么知道？别把自己弄脏了。你这张脸应该有尊严。大不了结束之后把这张脸还给你。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认为他会给你真相吗？我改头换面在这个世上苟活，不是为了让你报仇的时候顺带手，我必须靠我自己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我现在只有接近顾前，我才能知道真相。有时候真相就意味着危险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属于你了。还看到了一个不应该在那里的人。顾总，是不是顾总来了？顾总，启言哥，顾总，启言哥，是启言哥吗？启言哥，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，陷害曼青了，我求你放我走，我求你，你不要把我关在这里，我求求你了。就不能跟我回去吗？在顾启言心中，我们俩已经闹掰了，那与其现在和你回去，我还不如自己在这里待一待，静一静。你自己把它带上，这样我好安心。
对不起。 我也之前的自私道歉。其实从很早以前，我就已经没有把你再当做曼青的替身了。能不能相信我一次？能。 今天有人来过吗？没有。顾总，我什么时候能出去？ 喂，哥，你在哪儿呢？出去玩也不知道开手机。你知道我担心你每天打几十个电话给你吗？对不起啊，手机坏了。玩差不多了吧？回家的时候跟我说，我去接你。嗯，好。早点休息。晚安。 哥哥，让我来看看你的真面目吧。顾夫人，这是给您准备的礼物。你自己出去玩，给我带礼物干什么呀？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一点小心意罢了。都怪那个柳妍妍，她到我这儿告完状，就借了一笔钱玩消失了。柳妍妍呢，是和我有工作上的恩怨。 所以这样说起来啊，还是我连累了顾夫人。曼青小姐，我听我们启言说，你上大学是在国外，是哪所大学啊？我呢，是在普林斯顿读的哲学，跟财经啊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你老家在哪儿啊？我是本地人，不过呢，从小去了外地之后，对这里。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影响。什么影响？我有时候会做一个梦，梦见我在大海里飘着，透过海水，我隐隐约约的看到一个废弃的剧场。什么剧场？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不好意思，冒昧了。
谢谢。万青，以后在妈面前就不要提沮丧的事。哦，知道了。你考虑怎么样了？可不可以接受我？你说的对，既然我们现在不是兄妹了，在一起为什么不可以呢？万青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你也早点休息，衣服还你。北井清衡可能在利用曼青调查当年我们家的事情。你怎么知道？总之你按兵不动就是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做他的替死鬼吧。都快大结局了，现在你犹豫了？不行，我不答应。你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？人命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。裴景清，难道你不想为曼青报仇吗？还想再请你帮个忙。说。裴总，十点了，视频还发吗？不用了，我没必要做到那个地步，一定还会有别的办法。裴总，曼青已经发了。做什么事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？视频是假的，发了又能怎样？我管他真的假的。我没答应你，那是因为我有更好更周全的办法，你知道吗？你能不能信我一回啊？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。等了这么多年，
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放弃这次机会，但你要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。我改头换面在这个世上苟活，不是为了让你报仇的时候顺带上我，我必须靠我自己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要先出门了。你去哪儿？我的后妈约我见面。那我陪你一起去，不能让你一个人冒险。没有你我早死了，放心吧。请你过来，就是想告诉你当年的真相。什么真相？就在那里，我把你妈妈给勒死了。这么长的绳子，我绕上她的脖子，眼看她就要咽气。吊了上去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怀着你这个野种勾引我丈夫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应该有这样的结果。胡说，我和我妈妈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。你们俩的存在就是最大的错误。你明明不是顾家的种，可他那个老不死偏要把顾家的股份都分割给你们，你说你不该死吗？所以你在我车上动了手脚，这祸是你干的。是啊，是我干。我要让你和你妈妈去团聚。老天爷才让你不完美。
切就都结束了。他不准死！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。他不死，你曾经做过的一切，他都会找到真相，所有人都会知道。舍不得他，下不了手。警察在海边发现了顾启言母亲的遗体和遗书，遗书上清楚地写着，是他杀死了顾青青的母亲，并且制造车祸害死了顾青青。所以他是畏罪自杀。所有证据都指向他是自杀。那曼青在哪？顾启言又在哪？我也找不到他。你知不知道他的其他计划？我不知道，他只跟我说了你会来救我。求求你，绑架你是我不对，骗你也是我不对，但这都是顾启言逼我的。反正我也要成为你的替死鬼，
我求求你杀了我，给我个痛快，我求你。放心，你不会死的。什么？一切都靠你自己，看你愿不愿意配合我。我愿意，只要能活命，让我干什么都愿意。骗过顾启言，一切都靠你自己了。好。我骗过了顾启言，他把我抛尸大海，幸好那些安排的人把我救了上来。他没有跟我说过他的计划，但是我想他应该是要自己去对付顾启言。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，那时候玩得多开心啊！现在你又回到我身边了，虽然换了一张脸，你醒了。正要找你玩游戏呢。你是说一次前的小游戏吗？怎么可能，我会一直守着你，护着你，一直到老。你是想说，以后我的世界里只有你一个人了？变成这样，我本来就是这样，你应该恭喜我，从现在开始我终于可以以真面目示人了。为了庆祝我们重逢，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草莓蛋糕。
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知道我为了得到你，我付出了多少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母亲不是自杀，是我杀的。每个人呢都不一样。我想捏死他。我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？你想做什么，你就去做。最宝贵的纯属无处。所以你杀了这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。只有这样我才能成为你唯一的依靠，没有谁可以阻止我。即便是你的母亲，死亡是他最好的归宿。他从小就纵容我，他愿意做一切来掩盖我的真面目，甚至用他的死来替我抵罪。所以死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解脱。芊芊，妄图制造车祸来杀死你，我不能原谅他。他是你的亲生母亲。他如果真的爱我，他就不应该与你为敌。妈妈，芊芊妈妈，还好没丢。
金钱，顾家有问题。万青老师，你在干嘛呢？我把他扔到了海里，把你们吊在了飞机机场，造成抑郁症自杀的假象。你为什么不把我也给杀了？你是我的小白兔，我怎么舍得让你死？我给了你太多自由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对你严厉一点。名下的飞机剧场，青青，等着我。欢迎来参加我和曼青的婚礼。想要见他，来，未婚妻顾青青，你到底想要干嘛？要是男人，你就冲我来！你看清楚，他不是你的曼青，真正的曼青早就已经死在我手里。
我哥哥掏喉咙的时候，他向着他的项链慢慢爬过去，对，跟你现在的样子一模一样。这次我绝不会让我心爱的人再离开。警察上午来过了，警察时齐岩在我的治疗药物中动了手脚，他绑架杀人有今天的结果是罪有应得，他母亲太纵容他了，也怪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，我对不起你和你妈妈。你不用对不起我，如果你愿意，还能不能叫我一声爸？爸，这是今天要处理的文件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，明天就可以下床了。那我就安心了。走了。芊芊，怎么又要求我原谅你？我知道自己错得很离谱，你不原谅我也是正常。原谅你也不是不可能。
等一下，我有个礼物要送你。如果你想停止，随时可以说热宁武。不想停，从现在开始，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属于你了。好，我接受你的告白。那从今天起，你只能听我的指令。